的意思。赢了。你别先说，趴下了。阿曼，说实话，这轮他们表现的还真的是真的很棒，我觉得很不错。阿曼猜不出来，太对不起我们了。再提示一下，四字成语狗样吗？听一下，四字成语，然后呢，而且可以形容江西。你第一个是不是？不要说，不要说。这个就不能说了呀。三秒钟考虑。好嘞，三、二、一，到底是什么？不是虎头蛇尾啊？虎头蛇尾啊，好漂亮。欧阳江岸，我觉得肯定是虎头蛇尾，所以你表演的刚刚都是虎头蛇尾。对，我很表演的很到位吧，对不对？你是说这个很到位吗？像人家舞王都说了，人家说舞王都说话能不到位吗？真是，对啊，厉害，您跳的我没有任何的到哪里都是位。一下我当然是跟舞王啦。虎头蛇尾，对，虎头蛇尾，对，秋明，虎头蛇尾。一致哦，蓝宝老师的心态演绎，没错，答案就是虎头蛇尾。好，来恭喜我们领唱的获得了奖金巨轮的机会，恭喜！奖金巨轮，拿奖金！来，这边领唱队准备，滚动起来，来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开始！看一下，二九零零一十二十六。奖金巨轮过后，领唱队拔得头筹，艺人队千万别气馁，接下来欣赏一下由黑范带来的好听歌曲《怕了你》。我等在你门口，看着你做研究，衣服和口红换来换去要很久，你总是抱怨三百六十五天还不够。你对着镜子秀，忘记了带手机，别对我发脾气，怪就怪自己永远都粗心大意，可我却愿意永远做你的专属助理。是我这辈子心中的唯一。